超长磁色闪电狂拼，伴随轰隆打雷声，甚至一分钟三次，超密集。超扯，这个超扯。打到什么烧起来了？闪电劈下爆出橘红色亮光，疑似爆炸情侣档吓坏了。受到台风天都影响，台南16号凌晨3点多大雨轰炸，网友留言狂盖楼抱怨说整晚都在打雷。台南天空正在开趴吗？睡到一半直接被吓醒，睡不着了，干脆拍闪电。社区小东路开始积水，车辆经过溅起大量水花，大量雨水流往地下道，一度水淹到小腿肚，警方摆放三角锥封路交通管制。永康区中山南路逢雨必淹，直接淹进骑楼，杀进早餐店，客人无法停车走进来，店家苦恼做不成生意。高雄山区公路甲线路段落石坍方，也导致民霸科路桥变道道路中断，要等雨势变小再找来怪手开挖。天都台风路径一改再改，对南台湾造成冲击。天都台风它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已经减弱为一个最弱的轻度台风，甚至到中午前后上到我们的陆地的时候，这段时间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。天都台风减弱成轻台暴风圈缩小，预计逐步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。16号白天花莲以南、台南以南要严防强降雨，晚上则是北部和东北部，民众外出不要掉以轻心。记者赖冠璋、王淑红，台南、高雄报道。